这个动作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？注意看我说的这条丝巾瞬间可以穿越过来。那么这个效果是怎么做到的？其实原理非常的简单，不需要点击左下角，也不需要九块角，只需要麻烦大家帮忙点赞、关注、长按推荐三秒钟，免费教大家了。其实这个魔术非常简单，刚刚说了，就是用到了一个拉线器，把线拉出去就会弹回来。这种拉线器在很多工作牌上面就是有的，把它放在右手，拉线出来的时候顺势把丝巾也拉出来，哎，拉到最长，这个时候绕回杆子，把这个拉线器交到左手，再打开。接下来你只需要放松左手的这个丝巾，它就可以瞬间穿越回来，看到没有？那么没有看清楚，我再多做一遍。右手拿拉线器，慢慢的拉出去，哎，绕回来，交到左手，打开。注意看，左手放松，瞬间穿越回来。你学会了没有？是不是特别的简单？